十元，看一下十元，过了两年半的准备，看一下十元终于步上正轨啦！请大家持续给予更多的支持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元宵芒贼，欢迎收看，看一下十元，耶、yeah ！我们在春插堂，因为呢外面实在太热了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拍一集春水堂历史。现在是八月。但是呢，农历七月要到了，这时候呢，像我们这种没什么题材的 YouTuber 呢，就是要跟一下时事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们台湾人一般说到鬼呢，大家应该都会想到是那种长发，然后没有脚，然后会飘来飘去，或是那种僵尸，对，然后贴重，对。但是其实呢，日本的鬼啊，我觉得是会先从物品或是动物啊，灵魂会附在上面的那种感觉，像他们有分什么幽灵啊，或是妖怪啊，就是有一些，譬如说很像大眼仔的那种，对，真的有儿童，对。然后他们通常就是有故事的，譬如说他们可能是譬如说有什么遗憾，或是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，所以他附在那上面。我们台湾的鬼比较像是就是有什么怨恨啊，日本的话比较偏向就是传说神话，所以不一定是悲伤的事情来的，就是可能是这个物品有灵性，然后它灵性它变成幽灵，或是它变成妖怪。然后他可能会有某种能力，像大家知道那个什么世界奇妙物，大家会说它是鬼故事，可是我每次看都觉得哇，这个很感人啊。他会讲一个故事，然后告诉你说为什么这个人会变成鬼，然后他是经历了什么事，他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你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哇，好感人哦，就是你就不会害怕鬼。最近有很厉害的恐怖展，伊藤荣二的恐怖展，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华山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体验恐怖展。我觉得我没有怕鬼，因为我就是行得正，坐得直啊。怎么样？半夜不怕鬼敲门？还是先不要，先不要乱讲。我要被你驱了，好可怕！我很确定一件事情，人比较可怕，鬼不可怕。所以我就伊藤荣二，我就也蛮期待。然后听说这个展览是全黑的，你要拉着绳索。我是比较期待会不会有一些帅哥，跟帅哥一起，然后旁边有一个帅哥说怎么了这样，就让我来带你们体验。好烦哦！我等一下遇到他的话，我要跟他讲日文还是中文？九月三十到九月十号，推荐大家可以鬼门开的时候再来看，更有感觉哦。我觉得好可怕哦，我不想去。我的大胆程度我觉得蛮低的，可是我是如果有钱的话我就会很大胆，就是如果是工作就得去做，可是我平常根本不会去做这件事情。大胆程度我觉得五好了啊，如果有钱的话就十。可是我觉得出来的人没有感觉很恐怖。那个出来的男生脸好红，我想问一个人。好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出来。我穿一样衣服，这才是真的鬼故事。你刚刚出来吗？对。可怕吗？第二关比较可怕，是会哇那种，对，他会追着你跑那，对，他会跟在你后面。我没有跑。你没有跑啊？你有保护好女朋友吗？有。有哈，好男人，不愧是跟我穿一样衣服的人，所以你觉得没有那么可怕？对，还好。那我进去了。好。OK， 我们现在找到一位乐天的球迷，请问你喜欢谁？我喜欢李多慧。好，谢谢。我这边的工作人员。你的工作人员，你有看过扮鬼的吗？有。啊，他们可怕吗？蛮可怕的，蛮可怕啊！等一下是会哭的吗？很多人哭着走出来，才不相信哎！那你自己有看过吗？当然有啊。那你有哭吗？没有。我们这边是有分两馆，一个是晃二镇，一个是长命村。长命村的话就是会有富江，晃二镇的话就是松一。两个不同主角会在不同区，这样。对对对，然后两边不同的故事。那如果不太知道伊藤润二老师的作品的人，你觉得他需要先看一下吗？然后体验就可以了，因为里面后面都会有在介绍说里面的故事。他还是会介绍。对对。刚刚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二馆比较恐怖，所以对一馆是长命村。好，那我们从长命村开始好了。那么紧张干嘛？越来越紧张了。对啊，你刚刚说我没有说我不怕，我说我有钱才不怕。我要结那个。我觉得我没有怕鬼，行得正，坐得直啊。抓紧绳子，不要放手，也不要往回走。里面的演员可能会很靠近你们，但是绝对不会碰到你们。所以请你们也不要碰到我们的演员。那如果玩到一半想放弃，不想玩了，头顶上都会有监视器，就请站在原地，双手举高，对屏幕竖起格叉，都会有工作人员带你们离开哦。乱跑了吗？不要乱跑了。是被你叫太惨了吧？什么烂工作？对啊，什么工作啦？工作好难，赚钱好难。哎呦！你有后悔了吗？
好后悔啊！还是我们二馆就放弃了，不要。我觉得可以。好烦哦！富江在哪里啦？对不起，你可以在我前面吗？我不想在他后面。富江在哪里？真的吗？我不会被吓是因为你我们人比较可怕，你站起来。哦哟，不要再被吓了，监视器来了，你要不要比他？我想要比他。这舒服。OK， 我们看完了。我觉得李璇比较可怕。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只是因为先听到他尖叫，然后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可是我觉得很精致，他呈现了很多就是场景，然后角色。Eternal 的粉丝应该会蛮开心，就是有点把它实际化这样。跟对人很重要，因为像我们就是前面有一对情侣，他们非常的勇敢。那个女生呢，她会一直先告诉我们说前面怎么样，前面怎么样，然后她还会就是跟我们说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这样。就我们的头跟尾都是很勇敢的女生。果然还是那一句老话，就是都是自己吓自己，人比较可怕。希望大家夏日可以来伊藤润二展览玩一玩。思远，你现在戴着面具是妆已经脱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你，我只是想吓吓你们。我是很冷静型的那种，不断跟自己说那是人，那是人，那是人扮的，那是人扮，他们是演员，他们是演员，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，这是虚幻的，就没事了。有一段是他有很多个东西，可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是会吓你的东西，即使害怕，你还是得继续往前走，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。谢谢大家，这是我今天的体悟。如果要拍真人版，你要帮我报名试镜。买这个镜子，因为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是富江。哎，富江很厉害，男人都会为富江倾心。我要跟富江一样，把所有男人都抓过来。我觉得这工作应该把它承下来，因为反正在里面是谁也不知道。我讲完开场，然后中间他去，然后结束我再来就好。他比较大胆，我哥大胆，对，他比较大胆。